欸，我们快讲一点啊，不然这样都烂掉了。等我一下哦。所以令牌要怎么拿啊？啊？歼灭男男有几率获得令牌。现在是在耍我吗？但前提也要打得赢令牌吧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哎呀，这个好吵。我可能会先讲这个吧，要不然今天就讲令牌啊，我真的有点生气了。对，因为这样代表令牌蛮重要的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。阿喵喂，反正我尽量重点先给你们比较快啊。其实它跟末日蛮像的耶。然后我那时候很像在讲图鉴，但是我整个讲到乱掉了你。该怎么办才好？选吕布的技能很像。心理部很像是新的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怎么讲，不然我们就是拉下去，哇，出了300多只，这就有这么猛啊？好了好了。那你就挑着讲，先试嘛一。反正就是出选板的嘛，炒屁炒。回去你家，两等继续出征。采矿你出去，不能站，你直接采矿。小猜，哎，这被破坏了，怎么修理啊？哎，它跟那个很像哎。对，我知道。聊天看巧一下就好了。我想这边就有。小猜，可是我总觉得，我再讲一个玩家，啊，算了啦，好友给我，不然我觉得这样太少了，新的好友，嗯。哎，第二个叶子有动态的造型啊！